东汉末年，群雄割据，汉朝政府已经无力控制各个地方的势力。外戚何进为了除掉皇宫中的宦官势力，赵熙亮、董卓进京。可是还没等董卓进京，何进就被这些宦官咔嚓掉了。董卓一看何进的大军没人掌管，便顺势接管了他的队伍，一下子成了天下最大的诸侯。董卓在少年时代倒也是个行侠仗义的侠士，但随着年龄的增大，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。在掌管京城后，甚至要求汉少帝刘辩加封他为太师，可是刘辩不肯合作，董卓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立了年仅七岁的陈留王刘协为皇帝，史称汉献帝。司徒王允见皇帝如此被人欺负，于是派洛阳北都尉曹操前去刺杀董卓。但董卓也是个生性多疑之人，刺杀计划最终失败，曹操只能逃亡于江湖。王允一计不成，又让养女貂蝉去离间董卓吕布的父子关系，二人都是好色之徒。果不其然，二人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，最终董卓被吕布杀害，但是王允贸然处置西凉残部，导致董卓部将李榷、郭汜二人反攻京城，汉献帝被迫逃亡。当时已经是兖州刺史的曹操，听从了大谋士荀彧的建议，决心前来救援汉献帝。第一眼见到汉献帝时，曹操还以为自己见到了乞丐呢。当时的汉献帝已经几日低迷未尽，堂堂大汉天子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，实在是前无古人。曹操将他接到许昌后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四方诸侯之能听从曹操的命令，毕竟当时的天下还是汉朝，如果谁敢违抗天子的命令，其他诸侯便有理由攻打这个叛臣。曹操虽然控制了汉献帝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篡汉自立。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也仅仅是魏王，从来没有僭越天子的礼仪。虽然他的权力大得过分，但这也是为他征讨诸侯做准备。他一生中征战无数，将袁绍、袁术兄弟、公孙瓒、刘备、刘表、陶谦、张鲁等逐一打败，结束了北方群雄割据的局面，让百姓不再遭受战乱之苦。光这一点就不是刘备、孙权所能比拟的。至于很多人说曹操是个奸雄，一直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但这只不过是刘备、孙权等人的政治借口。曹操一直没有亏待汉献帝，相反，刘备在得知曹丕废了汉献帝之后，竟然直接在益州称王，理由是延续汉室血脉。可是汉献帝当时仅仅是被贬黜为山阳公，并没有被曹丕杀害。如果刘备真的是汉室忠臣，他就不应该称帝，更不会让汉献帝一直留在北方。这只能暴露出刘备的真实面目。刘备就是一个彻底的分裂者，他对群臣谎称汉献帝已经被曹丕杀害了，如今我要继承皇位来延续汉室血脉。相反，我们再来看曹操，他非但没有迫害汉献帝，反而给他留下三张保命符，那就是曹操的三个女儿。曹操为了充盈汉献帝的后宫，特意将自己的三个女儿都嫁给汉献帝，其中二女儿曹节被汉献帝敕封为皇后，二人相敬如宾，恩爱异常。曹丕进宫逼汉献帝退位，献帝缩在角落不敢说话。皇后曹节对弟弟大骂道，你这个国贼，不会有好报的。曹丕看在姐姐的面子上，也没有伤害汉献帝分毫，只是将汉献帝送到山阳居住，毕竟他也不想让姐姐守活寡。
曹节随汉献帝一同到山阳居住，二人凭借手中的医术在当地行医诊脉，悬壶济世，倒也是对神仙眷侣。各位小伙伴，你们对曹操留下的三张保命符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